你是否经常便秘、腹泻、腹痛、痔疮？是否体味加重、口气难闻？起床是否觉得身体沉甸甸，什么都不想做？气色不佳，皮肤缺乏光泽弹性，看起来憔悴，这很可能是你的肠道在抗议。你的肠道年龄已提前老化，肠道还有年龄。没错，最近医学专家提出，人除了心理年龄、生理年龄外，还有第三年龄，肠道年龄。数据显示，中国有 70% 以上的人肠道年龄比实际年龄大10岁，有的甚至大30岁。那什么是肠道年龄？如何测定？你的肠龄多大呢？首先让我们自测一下，下面的情况里，你符合几条？一、吃饭时间不定；二、蔬果摄取量少；三、饮食精细，很少吃粗粮；四、喜欢吃肉类；五、常吃夜宵；六、不用力就很难排便；七、总觉得排便不净；八、大便很硬很难排出；九、大便形状是一颗颗的；十、有时排便很软或腹泻；十一、排便的颜色变化；十二、排便时间不定；十三、常抽烟；十四、脸色常不佳，看着苍老；十五、肌肤粗糙或长痘等；十六、觉得运动量不足；十七、不易入睡；十八、经常感到压力；十九、早上经常慌张匆忙；二十、常熬夜，睡眠不足。一个也不符合，说明肠道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是理想的状态。符合一到四项，肠道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加五岁，要开始注意肠道健康。符合五到十项，肠道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加十岁，肠道已有老化情况。符合11到15项，肠道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加20岁，肠道已老化并走下坡路。符合16项或者更多，肠道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加30岁，肠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肠道年龄评判关键，有益菌的占比。所谓肠道年龄，主要是指肠道内各种细菌的平衡程度，并以此来预测肠道的老化状态以及现代生活疾病的发病几率。其判断标准就是有益菌的比例，有益菌比例越高，肠道年龄就越年轻。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储菌库，有超过100万一个细菌在此定居，种类有数千种，总数比人体自身细胞还多10倍，重达 1.5 公斤。它们牵起手来能绕地球两圈半。这些菌群的生态稳定十分重要。在胎儿时期，肠道无菌；婴儿时期，双歧杆菌为主的有益菌比例高达 98%， 青少年时期保持在 40% 左右，到中年时期则下降至大约 10%， 老年期有益菌进一步减少，从而有害菌增多。菌群失调产生的毒气可加速肠道老化，导致长期便秘、大便异味和肠胀气。研究发现，长寿老人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是普通老人的100倍，而普通健康老人又是患病老人的50倍。因此，生物和医学专家认为，肠道年龄与人体健康状态密切相关，肠道中有益菌的占比直接决定着肠道年龄。拥有相对年轻的肠道可以大大延缓衰老。肠道菌群操控人的心情和睡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家麦克格尔松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人体胃肠道组织的皱褶中有一个组织机构，即神经细胞综合体，其实就是肠道内的神经系统。该综合体能独立与大脑进行感知，接收信号，并做出反应，使人产生愉快或不适感觉，甚至还能像大脑一样参加学习等智力活动。因此，肠道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肠道中的细菌能通过肠道自主神经系统直接与大脑进行交流，影响人的心情好坏。同时，如果肠内菌群失调，还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做到八点，为肠道减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抽烟、压力、情绪抑郁、酗酒等，会让肠道微生态环境失衡，导致肠道老化。要想让肠道充满年轻活力，你需要这份肠道减龄计划表。
你定期让肠道休息，每10天左右选一个休息日，以火蔬为主，吃7-8成饱。二定点吃饭，雷打不动，无论手头的工作多忙，都要按时吃饭，饭后不要立刻工作，可适当活动，比如在写字楼附近散步15分钟。三睡前绝不吃太多东西，最多吃个水果或喝杯温热的牛奶，别给肠道制造太多负担。四不偏食，鱼、肉、蛋、蔬菜、水果齐全，全部进度，均衡营养。五不熬夜，保持精力，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睡觉，睡觉前不要喝太多水。六坚持运动，每天抽出1个小时锻炼身体，如游泳、慢跑等。七六便意不能憋，做到定时排便，没有便意也要例行公事。形成生物钟，蹲马桶时可在双脚的下垫个东西促进排便。八增殖体内有益菌，要想肠道充满活力，首先要保证肠道内部有足够数量和活力的益生菌，从而帮助消化吸收，增强肠道动力。如何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很多人习惯喝酸奶等，效果真的明显吗？活性究竟有多少？首先，益生菌离开培养环境2到4小时，活菌数量和活性已大大降低。如酸奶，从制作好到送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生产、物流、销售期间的温度变化，益生菌活动再次遭到破坏。其次，很多益生菌没有抵抗胃酸、胆汁及消化酶的能力，消费者服用后被杀死大部分，到达小肠，活菌更是所剩无几。再者，由于个人差异，体内菌种和数量也不一样，光靠喝酸奶等外源性有益菌来调理肠胃，收效甚微，直接补充益生菌是治标，而促进内源性益生菌的增殖，保持益生菌的活性才是治本。长寿才能长寿，肠道年轻，身体年轻，长寿才能长寿。维持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减少有害物质的吸收，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脑白金的主要功效成分之一是益生菌，赖以生存的最主要食物，它在口中、胃中和小肠中不被消化吸收，而直接进入大肠，优先被大肠内的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所利用，激活体内有益菌的大量增殖，同时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如乳酸和醋酸，抑制有害菌的生长，促进肠道内菌群的平衡，达到润肠通便的作用。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 自然公布的肠脑轴理论表明，调理肠道的同时补充有助于改善睡眠的元素对肠道有促进作用。脑白金另一功效成分可调整人体生物节律，加强深度睡眠，同时该成分与肠道中的受体结合，调节肠道蠕动节律，达到润肠通便的协同作用。选择脑白金，长寿长寿不是梦，年轻就是睡得香，精神好，年轻就是肠道好，有活力。每天坚持吃脑白金，睡眠变沉，做梦少了，肠道通畅，排便畅快，由内而外散发年轻的状态。点击图片下方链接，有更多惊喜。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High 164px, border, epsilid 仅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id 仅18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em, display.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5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em, PGC 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零 top 50px color 仅40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 杠 BUY 杠 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 杠 ICON 杠 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零static 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 4 delay PNG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